朋友们好，养了一棵水培的绿萝，养得不好，经常忘记补水。在给它补水前，突然有了一个想法，在这个养绿萝的花瓶里能不能养鱼呢？很快就否定了这个想法，因为太麻烦，给鱼喂食太不方便了。突然又有了一个想法，在绿萝花瓶里养鱼，只养不喂食就可以了呀。只是在不喂食的情况下，鱼能活多久呢？想到这里，决定做一个孔雀鱼耐饥饿实验。这个实验的时间会比较久，本期视频只是开始。先给花瓶里补一些水，为了避免水质不同，鱼出现应激反应。补的水是鱼缸里的老水。先选了一条缎带体的公孔雀鱼，把它放入花瓶里，又选了一条普通体的母孔雀鱼，绿萝的根太多太杂了，影响鱼的游动，把这些长根都剪掉，让孔雀鱼有多一些的活动空间。选择素实验的两条孔雀鱼，一公一母，都是成鱼，体型中等大小。这个小花瓶一直不会换水，水分蒸发或被绿萝吸收的过快，会补一些鱼缸里的水。在接下来的时间里，不会给这两条孔雀鱼任何鱼食，直到它们坚持到实验结束，或它们出现意外。以后会不定期记录这两条孔雀鱼的情况，如果长时间没有更新，一定是忘了，请大家提醒我一下。问题来了，您认为在这种无过滤、无增氧、无加温、无鱼食的四无条件下，这两条孔雀鱼能成活多少天呢？不妨先来预测一下，欢迎您把预测结果留言在评论区，最后看看哪位的预测更准确一些。